这个要不要开加速器啊？现实里都在打工，还要看别人直播玩打工啊。这个游戏挺好，因为它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，就能感受到当年我是这种打工的这种感觉，所以能勾起回忆。小跑，靓仔住店吗？靓仔住店吗？旅店大妈，靓仔住店吗？叫我靓仔，不叫帅哥，叫靓仔。看你是新来的，免费有个床位，如果有钱的话，可以。好，非常好。我们暂时没得钱，我们肯定先，到这里。然后说呢，我有一个身份证，我有一个手机，到人才市场找工作必备。这个没有提示的，烤红薯。我现在情绪高涨，吃饱喝足，体力很好啊。我们先去找工作。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找工作，对吧？你得先有的收入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泛泛之妞。首先我没有钱交学费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直接跟他讲，我们先反问一声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是不是有工作介绍或者免费培训这种。我们是由政府补贴的，考试合格后能拿到奖学金，基本上可以抵消课程的费用。有兴趣的话，做一下入学测试题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看一下，不知道会不会，这个肯定要看一下的。等一下啊。这啥意思？应该是一，一乘二乘三，那么一乘二等于几？等于二，二乘三等于几？等于六，二三得六，对吧？啊，36除4等于9，9除3等于3，5加5乘5，首先先算乘法再算加法，对吧？啊，5乘5 25，加5 30，1加10加一博加1000，那么肯定是10000呢，对吧？对吧？啊，一个三角形砍去一个角还剩多少个角？一个三角形砍去一个角还剩一个角、两个角、三个角、四个角。一个三角形砍去一个角，一个角、两个角、三个角、四个角。对，没毛病。鸡兔同笼，一共30只角，有5只兔子，记住啊，在一块有30个角。兔子是几个角？兔子是4只角，4×5=20，已经占了20只角了，还剩10只角，鸡2只角，说明鸡是5只。5x 加 x 除5等于52，则 x 等于多少？那么，那么几除以五？几除以5加5等于52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让它达到5加40加7等于52。那么这个 x 它不能是7，因为我们要 x 是同样的，也就是说几除以5，因为前面还有个 x。 那么比如说是50，这 x 假设它是50，那么50除以5等于多少？等于10，那么它不成立。那么把它假设为40，五八四十，对吧？除出来等于8，8加45，对吧？不对。那么，假设它是10，10除以5等于2。那么5加10等于15，15加2等于17，不对。
那么这个 x 呢，为什么是十？为什么是十？我不能理解。行，听你们的，我不管。嗯，哦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感谢捞了淌口水的飞机。哦，他这个是等于，等于，搞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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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新填一下。哎，一百分，还是要一百分的，好吧？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什么？我可以加你畅聊吗？不用的，你留下联系方式，开学了我们会通知你的。好的好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哦，等等等等，小伙子，看那个大妈叫我过去。可以啊，那肯定的，必须要干，那肯定的。这上面的工作都是当天可以拿到。可以，非常好。怎么只有搬砖？请问还有其他工作吗？那先搬起来再讲。哎，你这个时候都是预兆，你留下电话嘛，有人你。哎，工地搬砖，五小时一结账，多劳多得，收到。可以，先搬起来再讲啊，这个东西，对吧？这肯定要先搬起来再讲。哎哎哎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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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操我操！这就高我难看，行。要被打了，对，我记得。大哥，您是不是数错了？我们现在好说，客客气气的。哎，薪资加五，冷笑一声。哼，你先来的吧。咱们这儿的手续费第一次，说话的时候看都不看你，而且你才干一个班，抽你三十便宜了。这个选项有点过分啊，应该重新加个选项。好的，哎，好的，溜了溜了。老子定的规矩，你他妈找！出门在外，对不对？你要每个地方的规矩你得懂，对吧？情绪减五十。你看这个就不懂规矩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先溜再说。哎，肯定先溜再说嘛。但他设计他就这么设计，你没办法。这并不叫怂，这怎么叫怂呢？你这个叫捞，好吧，这个叫捞。卖唱只剩迷途，尿个尿。我是并不孤独，因为我名叫郭叔。电话来了 ，Jason， 小子，晚上记得还钱。点点点。这个时候我已经感到了一丝的饥饿，我现在需要吃东西。靓仔。醒了呀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房间味道很大，很恶心。免费住的就不要抱怨，对吧？先睡得还行啊。我看你脸上有伤，是被人打了吗？工地上几个王八蛋，跟他讲没有用，只会给他带来烦恼。没事，工作不小心碰到。来这里工作，还是随时要小心。要受得了委屈。我打小不会想有仇报仇，我懂，没事，小事情。这个肯定不能去，对吧？我懂，没事，小事情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嗯，要这个，没事。人力市场已经开门了。哦，这样自己情绪会不好。来得及。对了，晚上你还住这里吗？反正好的。现在要收费了。好，行，该收费了，给你二十，问题不大。心态，暂时不入住啊。遇见大妈，
我先搞个油条吃一下再讲。一杯豆浆，两先肯定要吃东西。还行，这个差不多哎，吃个七分饱就行了，对吧？我们心情并不是很好啊。那我们现在共享单车，我现在要去挣钱。我们的心情暂时还行吧，六十，先挣钱吧，先挣钱吧。人力是人力，我在这啊，把这段路算了，省一点钱，还早，我们走一走，行。下棋，对，找他下棋，以小博大，5元一局，赢了获50。花5块钱跟他下一次。我是红旗车马兵，有了，我先这么一将，然后我再这么一将，
吧，我们去那个什么，把这个伤治好吧。重开，为什么要重开？这就重开了。看病吗？对，没啥大事，简单处理一下。30块，我靠，处理一下30块，什么时候能好嘞？几点了？7点了。情绪并不是很好哎，这么早睡觉啊？哎，睡了睡了睡了，休息一下，受伤了。还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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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治愈治愈，我先把伤治好，不然这个哎跑也跑不起来。